我先确认一个事儿，后边有些不尊重人了。丢火车怎么乘200？我们小庄了。这个要解释一下，你说。你说我说你是主唱，现在我不太好使。就是这，没有，这个是杰哥新设计的 logo。因为他们说他们之前是那个黑白色的，然后有我的丢火车就是变成彩色的，所以现在就是彩色的丢火车和200。哦，丢动车。动感了，动感了。那我们就谢谢我们返场音乐人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，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小壮，谢谢200。我真主唱，把我真就踢了，不让说话了。说两句，让球哥说两句。我急了，我惊了，我都真不让说呀。说两句，球子哥。我跟小壮现在是新任主唱。